欢迎大家收看。哦，他能哦介意慢慢讲吼，第一个阿哥背带吼来奉上。帮我看一下你的手机，看看有没有。我刚才没有看到有没有讯号，因为被你这样讲，我很担心起来会不会按错。可是现在有一个人，所以很担心。是吗？是安尼吗？但我看完，所以基本上有声音上嘴呢。嘿，不会，应该不会有人在留言处打绕赛。两个人了，两个人了，大家好，哎，龙猫龙猫进来了，那应该不会错了。对对对对，嗨嗨嗨，很怕人家打绕赛。好，对了，嘿，我今日嘿，来带我口罩贴带。哦，因为我遵守迄个防疫规则啦，你参加市集，伫只零三零海所在，就是爱挂口罩，所以、不管到底拢挂口罩哈。小可是哦，不过是真安全啊，真安全。啊，今日伫只个台南美术馆这所在，哇靠！真正是不要说人满为患哦、这真正非常劳累哦，这比迄个什么啊，大甲巴祖庙。白沙屯啊，白沙屯啊，出顶搁啊侪人哦，这真正是做行的所在啊。超扯！嘿，我刚刚已经的当媲美哦，去年的那个什么，那个跨年，也是在南美馆跨年。哦，这就是已经牵动到周遭的整个每个店家啊，就那个福记霸王，我来讲。这应该我会休打的感觉，哇，提早下班，对啊，这应该是休打吧，对啊，一大快餐这已经收工，我看中岛都没完了吧、今天有开吗？哦，今天没开、我知道那个从来不会卖完的友爱青草茶卖完了，怎样？老板在旁边下棋是收奥，对，已经收奥了，对，哇，看瞧好没？而且我今天停车停在哪里？哦，之前南美馆我停在那个海岸路那边嘛，因为已经塞到爆。然后今天我想说，哦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有学习到一些教训，所以忘记到听你对，忘记你耶，切草地，哦，切草，连老地，哦，连老地，边啊来地有节停车掉，扛扛扛，哦，有爱这旅馆，对，哎，是吗？不，对，切草地边啊有一条巷啊，嘿，等于讲，哎，刚刚偷哎呀，我卖米啊是。哦、伊内底够一个停车场机车，哦，停车场康，嘿，得带人诶，迄个停车场啦。从上十四人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这个因为 FB APP 一直有 bug， 所以那个留言我没办法及时看得到。好，不要紧，我大概来说明一下，对，接下来再来一个感想啦。对的，那我们要边走边趴吗？走一圈？你确定可以边走边？不用走到市集，就走一圈。好，我走外围啊。给他挖靠挖围啊！嘿，外围，外围是内底外围还是挖靠外围？应该内围还行啦，内围还行啦。好，那麻烦哦，我美丽的老婆帮我拿一下我的脸脑袋，然后来我讲、哦。我今天真的是吓到这个，你知道昨天更扯，昨天还有封街，昨天封街啊，给他冒封街啊！今天是这个台友爱街上封街嘛？啊，对，昨天是整条开山路都封街，整条开山路封街，超扯！这很夸张这已经是媲美那些那种杂地当笋，杂地当笋一下，公庙杂地当笋，那些大笋啊，对，差不多意思哦，杂地当节啦，杂地当节，这节一种尴尬，这节，第二节，这节，昨天是六合进这节，对，这里，我家停车掉哦，处理靠哦，安全的，哦，今日加。应该是我刚刚应该是全部南部的几个少年家应该拢伫遮啦。哦，对，我刚刚伊伫遮，应该是想袂到有遮侪人，所以你知道？真正想袂到，想袂到有遮侪人。每年的贵人散步嘛，都寥寥啊。啊，是吗？是吗？之前海岸路也要还好吧？我跟你讲，每年贵人散步因为伊的表演的活动的场所离较远。哦，像这道是啊，伫南美馆哦，内底外口有南美的活动中心嘛，有一个舞台，活动中心也可以，活动中心也有啊。了，搁有伫迄个什么啊？迄个全美戏院，小心前面哦，全美戏院，全美戏院嘛有两个舞台啊。哦，老地方，哎，对，老地方，对啊。了，所以伊我比较就是离较近，所以大家参与的迄个兴趣就较有啦。对啊，不进行中离中横诶，进行十一库啊，了个跳了地，唔知虾米所在，迄拢爱跳多摆诶。对啊，知道等于每双宝可梦大概用几下的样起诶。感谢线上同上十五位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在深山市集。对，看人排在一起。哎，加马西的啊，加马西的，你看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小场馆。对啊，小场馆啊。啊，所以刚才阿基所看的这个表演是，
吕世轩哦，我的哦，我的好朋友吕世轩啊，因为我比较起来就是较少看伊的表演哦，所以是他最近才好像今年才第一次首唱嘛？是吗？就我刚才查资料，在台南首唱吗？不是，在台南好像应该有唱过吧。有啦有啦，他几乎都是跑一些校园比较多哦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这次他因为他这个 set 比较完整，他比较他的那个时间的编制比较像是那种音乐季的。对，我们要不要我们移动到市集这边？我们要不要往外走？这做 combo 嘞，做 combo， 这做 combo， 这不是哦。这不是你走的入面，你不知道要左转右转，这是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呢？只能跟着人走。对啊，这个小碎步的，这美术要花园夜市，这比花园夜市还要花园夜市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走外围啦，现在应该比较安全啦，因为球机中换一换，连机太高，给人哥啦，给人哥啦，这用作好嘛？我都只要去买那个。哦，我就介啉一间迄个什么啊，加加加咖啡。嘿嘿嘿，哎，他有出来摆摊哦。有有有，我们刚才第一杯就是买加加加。我看咖啡摊至少五间以上哎。哦，对啊。台南今天就有五间咖啡不用开。对啊，而且我想说对面到底要排什么？就加加加好像在这附近。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哦，这边是好摊位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到底是什么？对面到底是什么在排队？我就看过去，状元柜。从来没有人要吃的东西，从来就没人排过队的。我说他没有要吃是真的嘞，真的平常没有人会在那边排队。对，真的。然后今天那个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今天移动的锅子，移动的锅子。哦，他们的 T 恤，灰色 T 恤，灰色 T 恤啊。所以我们要把想办法怎样 ？KTV， 你确定可以吗？嘿，KTV， 嘿，既然都来了，你没吗？看起来他们还没打烊嘛。可是我们这样子拿进去会蛋糕掉。确定可以吗？而且我觉得他，因为他有些那个什么，入口处都是在这种刷这种超薄啊，就是他会带一点沙啊， hey， 就是因为多人践踏吼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就尘土飞扬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这个其实有时候这个也要必须注意一下。哎呀、啊，好吧，因为每杯咖啡都撒点，不是肉桂是。是南美馆的沙哇，对啊，这样比较可惜啦。不过加劳累的，哎呀，移动锅子这个到底是怎么吃得到？哦，他的咖啡也蛮好喝的。我要买，就是、他刚刚说要等20分钟啊，虾米？我直接啊，你木卖酒，木卖酒啊？哦，对对，酒不用等，酒不用等，对对对，酒不用等。哎呀、啊，我刚也喝了一杯美酒，哇，木卖酒被那个冲仔蛋的忠实粉丝啊，谢小姐，哇，谢谢他，谢谢他，推坑啊，推坑，好，推到木屋卖酒这一坑。然后我今天就是看了两场活动了，两场表演。嘿、hey ，啊，对，我们讲一下表演层面了。要继续前进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先在这边好了，这边蛮糗的。谢小姐，说人人道，说人人道。我们今天哦看了两个，我们回到那个表演的那个层面，就是我们今天看了两个表演，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拍摄少年，嘿、hey 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吕世轩，刚有讲到。哦，拍摄少年今天的气氛真是好，哎呀，真好啊！对对对，而且你知道我在拍摄少年那个当下，你就觉得哇，好像是回到去年跨年的台南场的南美馆跨年，有他们也是，这个对，人也是有点稍微已经满到那个友爱街上了，哇哇。真正是非常厉害，对对对对，但我有大贴纸，对对，这自录爱行销姐，哎，对对，所以现在同上归狼七人啊，七，喝啦喝啦，原谅你们都在南美馆啦，对，那我不知道今天冲奶蛋在逛完一圈市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真的很不想来，要不是你说有吕世轩跟拍摄少年啊、哦，算了，来一下。真的太扯了，没办法逛到，就算遇到认识的摊位，我都没办法停下来聊聊天。小小的，因为像那个深山市集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市集啦，然后贵人散步也是优质的那个的音乐季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分开办。对呀、啊，你看鬼龙叉叉叉。就不起来啊！不可买，不可买是袂歹啦。在古爷吼残酷底界的人满为患，在南美馆里面也是不错啊。不过我要安全的要注意啦，因为底界所在非常侪人啊，那个安全性啊，因为听说昨天那个有一个地方的那个帐篷哦，被人家踩到破掉啊，怎么等等的哦，就侪啦，对啊，很恐怖，很恐怖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
啊 ，One Boy， 应该是进去排队了。哦，好好，他自力更生了，他应该觉得还吃得到啦。哦，那个移动的锅子，哦，移动锅子那个今天在他的那个粉砖好像贴说就是有今日深山限定。对，这实在太狠了。其实今天那个我今天有喝一支酒叫做那个握准酿造，嘿、hey ，握准酿造，他今天也有做一款酒，也是深山限定的。哎，是什么酒？八Home一起联名的一个调酒。对对，然后他是哦加什么气忘了，哦不过加喝啉嘛，哇，而且在这边才喝得到，我看也不错，因为我问他说哦这么好喝的酒是要去握准的酒吧才喝得到，他说啊握准酒吧没有，然后那去八Home啊八Home也没有，只有在这边有，哇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喝爆握准，最后两小时，是吗？对，最后两小时是吧？到晚上八点应该是啊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应该还是大家会觉得。哦，寂寞应该还会再待到最后一刻了。对啊，我听说今天有人十二点就开卖了，真的假的？提早四级还提早开摊，要不然原本是两点就对对两点才开始。对啊，没卖啦。我刚给阿力取一个签名啊，海岸路上应该都有达到一些效果啦。哦，对哦，以前那个个人上不有在海岸路？对，有吗？之前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他有一个免费舞台就在海岸路，对、啊。这一次都全部挤在这。对啊，你看像友爱街啊，什么等等的，现在这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像是台南应该哦办的音乐形态，哦，或是活动形态的，像那哎当侯立迪啊，哦流窜在整个中西区这个地方，没办法哦，那哎张哥阳给他去签咖啡。你有去吗？我当然没有，我昨天去上化啦，上化有那个 King and Gong 的大老人，哎，昨天去走一走，被祈福一下那啦，对啊，没办法，给他看转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你这样讲，我突然间觉得贵人散步应该不要只在市区散步了，嘿、欸，是不是善化、啊、咖喱啊，可以这样子吗 ？K-pop 青芽、欸，可是我觉得要在南美馆才有这个效果，因为这太近，而且你现在周遭的那些民宿哦、又很蓬勃发展。Hey， 就是很多啦，就贼，所以我刚刚如果在这个地方，应该会相较之来说效果会真的很好。嘿啊，就古尼耶，迄、那个跨年加今年深山市集，古尼深山市集嘛，就好啊。对，对啊，第一次办就很强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败啦，没败啦，让观光客一个理由来到台南这边啊，又走的啦，不是只有宝可梦而已啦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全部都是靠这个市集本身的在地店家的实力。对啊，欸、这杯是等二十分钟的他吗？哇！哦，不用等，现在不用等，你应该是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边走边趴那个南美馆，对，台南美术馆。阿基手上拿了张贴纸，现在还有在赠送中，请到千咖啡购买任意杯饮料就有，或是到林家肉燥饭。哎、欸、哎，那、欸、还有库存吗？有有有有有有有，我没有库存，我可以去跟千咖啡老板娘调货调货。对，来林家肉燥饭也可以拿到，只要我有空闲的时间，我就去后面帮你拿。不过没有的话，就可能还拍谁啊？前天千咖啡有去了五个人，去专程从台北下来逛贵人散步玩之后去千咖啡，就为了拿贴纸，就为了拿贴纸。没有了，我觉得是顺便拿贴纸。如果是我，一定为了去拿贴纸。对对，我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最扯的是，里面一个人是我研究所同学，他完全不认识我，所以偷他小号。太扯了，他说他听了一年多不知道，哈，原来这是你哈，啊，真的假的？真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对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对啊，有人还把我误认是冲仔蛋，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嘿，这不行，这真的不行，嘿嘿嘿，阿基是阿基，冲仔蛋，我只是乱造饭，好吧，这个，哎，就跟这个台湾中国一样，哈，啊，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各自是独立的个体，对对对，我们不能模糊掉，不能模糊掉，对对对，好，今天我觉得活动很棒啊，就是对，让大家有一个理由。出来走走踏踏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弄底出怕 PS 五，各杯好狼杯杯掉，对吧？对，不要再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，好不好？为了 PS 五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今天我看这人潮从来没有断过，而且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市集的摊贩都很优质，对，像那个移动的锅子啊，踏踏咖啡，然后。木木卖酒，然后那个加加加咖啡，对，然后咖啡上面还有鸟飞，鸟飞谷物啊什么的，哦，这些东西台南普罗级的店家吼，给他拢刷来吃。但是我咧行伫市集内底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看了移动的锅子，哦，这个你看真的超夸张的啊，对，一过去看一下，真的很夸张，今天超侪人的啊，我们就说，
哎、欸，我们是台南人，我就留在台南吃就好了，干嘛？你还在唱到老人的？对啊，他嗯，哎，他个路近，我今个也要用行去，两家家对啊，哎呀、啊，所以我觉得嘿，如果你今天是不常来台南的地方哦，就是可能。只有这么微妙的机会可以来到台南、就留给你们去买啊！我、本身台南人是不太去抢你们的这些位置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光是一家店都不肯排了，更何况都还没看到店叫牌啊？怎么移动锅子耶？ Yeah, 对啊，对啊，你有看到东北的身影吗？有，他应该从那边。哦，已经买到移动锅子了，哇，太强了吧！丢丢丢，太强了吧、啊？他买到了，他买到了，哪里？眼神确认，坚定又雀跃的眼神啊！可以，好，话题拉回我们正题啊、就是。只有我而已啊，我老婆还是去买。请问阿基，哎、欸，那个举世轩，哇，你的甜点来了。哎，哇、哦，他买到了啊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啊！中华裔啊，中华裔的呀，移动的锅子啊。啊，他在炒作什么东西？太屌了，太屌了，太屌了，太屌了！哇。我好镜头头前的朋友，今晚几个人？六个。好了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还是要了，还是要了。好，移动的锅子啊，王美长。移动锅子啊，移动锅子也是现在线上的龙猫美食森林龙哥的最爱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欸、他说他很少在重复去一家甜点那么多次。好，怎样？他已经有去到有 VIP 跟我们去签咖啡一样了吗？麻烦借我那张 VIP 。哇，哎、欸，没败呢，没败。好，那看起来我们这个毕竟甜点已经到手了，对，我们应该要细细品尝一下，对，要品尝，要品尝。对，好，我们给今天的这个南美馆的深山市集与贵人散步哈，评价蛮高的哈，打个80分好了。真的吗？80分怎样？太高是？好，我们留给我们留给分开给，你给80，对，我们留给有在听 podcast 或是有在关心我们直播的朋友，我们就在底下留言处好答，你觉得今天的深山市集应该要几分，或是贵人散步应该要几分，好不好？我们觉得我80分，好不好？你80分，我80分，我觉得很棒啊，我觉得很棒。扣20分是扣了什么？扣20分就是他的那个流动厕所不多，对，然后只有四个哎。对啊，四个流动厕所、啊、可是他有开放地下室的厕所了哦。对，还有他里面其实都有开放了厕所。哇，你厕所研究一番了哦。因为那时候拍摄少年要开演的时候，哦，突然尿急，因为我准喝了两杯，我想说哦不对，好像要先去厕所，就大概去了解一下厕所的那种环境。对，我觉得20分应该就厕所了，然后动向吧，对啊，既然都封了友爱街，应该有些摊贩可以摆到友爱街等等的啦。对，摆在街上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哎呀、啊，或者摆在这个啊，我们结合友爱市场啊，对不对？哦、对啊，那么近，对啊，这么近，哎呀、啊，没办啊。哦，对啊，状元贵也可以进来啊。对啊，我前几天好像有看到那个那件哦，公馆首座。嘿嘿嘿，他们也是超夸张的，他们好像是2点开业还是1点开业，8点卖完，全部东西都没有了，备店哈班，门关起来，收啊收啊，涨啦涨，就昨天而已，对啊对啊，超夸张的。好，今天就等一下，我一直还没有跟你聊到吕思谦的音乐，今天他到底唱的怎么样？我没有進去，我觉得他今天唱的很好啦，哇，对，应该是我很久没看，应该是我很久没有看到表演。然后第二就是他《市井小民》这一张专辑，其实我觉得很棒，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做到很多，就是比较像是表演层面的东西哦，就是他会结合一些表演层面的手法，像他有一些歌曲里面，他就有一些断拍，然后他开始倒数，然后就突然炸出来那种，就是很那种表演设计的感觉，就是歌曲在歌曲上啊，所以他今天表演就是照着他那个整个歌曲的编排这样子去做设计。全新的专辑都唱的、哦？哎、欸，几乎，可是还是有搭配一些像过去的像保持帅哥啦，没有走到边，保持帅哥，然后酒吧？哎，酒吧也没有，酒吧也没有，什么孬种走了啊？去上一张的啦啊，这次就有唱大特醉，嘿，然后我就很喜欢这首大特醉嘛，对，跟喝酒王是怎样同名歌曲的对，跟喝酒王比较 chill 啊，大特醉比较 high， 不一样不一样，然后还有唱
好忘了。他有唱什么？他有唱什么？我记得他这一张有一些就是低电量。哦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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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他就是对对，他其实影响面好像这张是在讲整个人生的一个过程起伏啊。你没有那个挂号台北人生？哦，台北人生的过程起伏，他自己讲台北人生台南没有在低电量的，好不好？台南都有在带行动电源的。台南低电量就去友爱市场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吃个串烧，喝个小酒，真的就充电了。对呀、啊，好啦，今天差不多这样。好，我们这个 OK 吧？深山四集快速的直播，对、啊哦，快速吧，快闪、啊，快闪直播。上十位没有在预告，是那个哎，直播没有在预告了啦，没播的就没播啊，带他们 keep 哦。耶、yeah. ，好啦，有空哦，再相约在深山四集，明年。对对对，好啦，年底啊，年底啊，年底有一些表演哦，到时候再公布。现在不公布。同上十一位都在等你讲，十一，好啦，哎、欸，反正12月19、12月25、12月27都有活动，对啊，可是细节我要找一下，对，哦、对对对对对，连三天，连三，25好像没有我的事啊，我只是要去参加，是人人有公链的活动，哎、欸，大家可以期待期待期待，把时间安排起来，呵，大家拜拜 ，No la， 关播中，关播播中。OK， 请扣。呀呀呀呀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你看请扣。请扣哦哟，哎、欸，这是我绿茶。每个人都在等着你，你的感动都是我的感动，感款。我们的记录都是永恒。